样啊。他那个租船是西斯潘的。这艘呢？这艘是马耳他 啊！我说他的船啊，西斯潘的船啊。他在西斯潘租了多少船？一百多艘吧。对啊。几点来的吧？几点来的？哦，我中午吧。我是来拍中远。哦，有啊，那个中远西班牙一个月进来四趟。就拍过一次。啊，意大利，那个我记得荷兰啊，好像三个月才进来一次啊。啊，我上一次拍的前面那一艘是。格但斯吗？格但那艘新船，那艘是新船，上吊船牌那个就是开一半，七月的时候，鹿特丹啊，在鹿特丹吗？那天下雨。说他两个发动机有没有啦？一个脱硫塔呢？一个是脱硫塔。但是只会有一根冒烟而已。对啊，你们也是会冒烟，是一点点的。